记得在面试里表现不好的这个人吗？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business. 好，大家好，这里是免费学习新技能的十大最佳网站。
免费学习新技能的十大最佳网站。2020度解说 underscore 字幕记录。https://www.youtube.com 字幕记录零公尺零零。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零 underscore 零零。大家零负零零，大家好。零斜线零零，大家好，这里是零度。零点零零，大家。免费学习新技能的十大最佳网站。2020度解说 underscore 字幕记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cie7000/8k 字幕记录。0.00。大家好，这里是零度解说。0.02。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频道。0.04。今天这期视频。0.06。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0.07。十个可以免费学习新技能的最佳网站。0.10。我们都知道。0.12。现在很多的技术公司。0.13。在聘请高薪技术人员的时候。0.15。不再只看重学历文凭等。0.17。尤其在科技领域。0.19。比如像谷歌、苹果、特斯拉等公司。0.22。他们在招聘技术人员的时候。0.24。往往只看重。0.25。你是否具有必要技能？0.27。有没有学位那都是次要的。0.29。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这十个网站。0.31。你都可以在里面学习高级的新技能。0.34。我现在直接去电脑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0.38。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0.40。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十个网站。0.42。解说排名不分先后。0.44。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网站就是。0.47。未来学习。0.48。他们提供来自100多家大学和组织的课程。0.51。不管你是想发展成为专业人士。0.54。
还是仅仅发掘新的爱好？ 0.56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在线学习。 0.59 免费课程。 1.00 免费的课程有 1.02 比如像道德黑客。 1.03 你可以在课程中。 1.05学习黑客技术。 1.06 核渗透测试的原理和方法。 1.08 培养专业的道德黑客技能。 1.10 还有密码学。 1.11 探索代码破解者和间谍如何影响加密技术。 1.14 并研究其在现代安全通信中的作用。1.18 每一门课程都有学习时间。 1.20 当然如果你注册一个免费账号以后。 1.22 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学习。 1.25 里面还有其他大量的免费课程。 1.29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第二个可以免费学习新技能的网站。 1.33 就是这个 FX。 1.35 这个非盈利组织成立于2012年。 1.37 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一起合作。 1.40 目的是为普通大众在线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课程。1.44 他们课程内容非常丰富。 1.46 包含经济和金融。 1.48 计算机与科学历史医学等。 1.50 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以外。 1.52 该平台的贡献者还包括非常著名的加州波士顿大学。 1.56和常春藤联盟布朗大学。 1.58 甚至你可以找到非常专业的课程。 2.01 比如像由微软提供的免费课程。 2.03 你可以在里面学习云计算解决方案。 2.06 该课程由入门到高级。 2.08如果你能学习并掌握基于云技术的。 2.10 应用程序的开发。 2.12 完全可以帮你踏上赚钱的职业之路。 2.14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2.16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第三个网站就比较适合你。 2.20卡登泽。 2.20 成立于2015年。 2.22 主要面向音乐艺术。 2.23 工程科学技术。 2.25 设计与数学等。 2.26 他们免费提供的课程。 2.28 主要来自斯坦福哥伦比亚大学。2.30 巴黎普林斯顿艺术学院等。 2.32 开始学习课程很简单。 2.34 你只需要选择对应的课程。 2.36 然后再选择。 2.37 技能水平。 2.38 里面有初级、中级到高级。2.41 到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2.43 对应的课程就行。 2.45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四个免费在线教育网站。 2.48 就是斯坦福在线。 2.50 这个网站对用户非常友好。 2.52你可以轻松在顶部找到你相应的免费课程。 2.56
进入网站以后可以直接点击顶部的免费内容。 3.01 进入这个页面以后，然后再点击免费在线课程。 3.05 里面包含了健康与医学。 3.07 教育、工程、人文、艺术等。 3.09 如果你想找到更多的课程话。 3.11 你可以点击浏览全部。 3.13 在这个搜索目录里出现的课程都是可以免费在线学习的。 3.17 如果你想进一步更准确的。 3.19 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3.21 你可以点击上方有一个话题。 3.23 然后在里面勾选你自己喜欢的课程。 3.26 比如像这个。 3.26 计算机科学。 3.28 商业管理等。 3.29 然后它会进一步对你的课程进行细分。 3.33 通过这个筛选以后。 3.35 我们可以更方便找到我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3.38 Udemy 是历史最悠久的在线学习平台之一。 3.42在2010年的时候就推出来了。 3.44 他们的主要课程。 3.45 是为了提高与观众的相关的技能。 3.48 有50,000多名教师教授。 3.50 里面超过了150,000的课程。 3.52 来自世界各地顶级的。 3.54 软件营销。 3.55 编程技术和摄影等相关的技能。 3.58 里面课程不是全部都是免费的。 4.00 但是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免费的课程。 4.03 我们可以通过过滤选择。 4.04 比如说我们点击左上方的类别。 4.07然后点击 IT 与软件，然后再选择。 4.10 全部 IT 与软件。 4.12 点击进去以后。 4.13 然后我们拉到下方来。 4.16 找到这个。 4.17 左侧有个价格。 4.18 然后我们点击免费。4.20 然后它里面有1725个都是可以免费在线学习的课程。 4.25 比如像第一个亚马逊云计算。 4.27 到时候可以点击立即注册就可以在线观看这个视频。 4.31 Allison 也是一个非常早的这个平台。 4.34在2007年的时候就推出来了。 4.36 和其他许多网站不同。 4.38 Allison 的课程更着重于。 4.40 学习在职场中的使用技能。 4.41 而且所有的课程都是完全免费的。 4.44在线免费注册会员以后。 4.46 你可以在线免费学习。 4.48 他。 4.48 商业管理。 4.50 健康科学等。 4.51 但是和其他平台一样。 4.52 如果你要获得证书。 4.54是需要额外支付的。 4.55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在里面学习技术课程。 4.58
那是完全免费的。 5.00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七个免费学习技能的网站 5.03 就这个 Udacity 5.05 这个网站成立于2012年 5.07 如果你想获得在技术领域使用的技能 5.10 那么这个网站是非常适合你的 5.12 他们提供由谷歌等顶级的科技公司认可的技能课程 5.16 和其他许多网站都没有的免费课程 5.19 如果你只是想免费获取知识 5.22 你只需要点击在网站导航栏里的这个 5.24 程式 5.25 然后点击 5.25 完整目录 5.28 进入这个完整目录以后 5.29 我们可以通过旧过滤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 5.32 然后选择里面的免费课程 5.34 如果你要对这个技能等级进行筛选 5.37 你可以勾选这个初学者 5.38 或者中级高级等 5.40 然后这个预计完成的时间你都可以自己来进行勾选 5.44 然后下方这个行业技能 5.46 比如说我这里勾选安卓系统 5.48 然后右方 5.49 出现这些这个如何安装这个 5.51 安卓 Studio 还有这个安卓多屏应用等 5.55 它后面选择都是免费的 5.56 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5.58来选择一门自己喜欢的这个课程 6.01 OpenLearn 是一个更开放的学习平台 6.04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八个网站 6.06 它就像一个开放的大学一样 6.08 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免费学习的 6.12进入网站以后我们点击右上方在培训班 6.15 然后选择下方的学生课程 6.17 然后我们往下拉 6.20 找到这个有 6.22 独立学习者 6.23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6.24独立学习者课程 6.26 在这个独立学习者课程里 6.28 他们主要进行了八大类的分类 6.3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这个相关资料话 6.33 你可以鼠标点击右侧这个分类栏目 6.36 然后它里面会6.37 出现很多这个子分类 6.39 在这里面只要显示后面是免费的 6.41 你都可以完全免费在线学习它里面的课程 6.45 Coursera 6.46 是在线免费教育平台里的一个非常强的竞争者 6.49成立于2012年 6.51 这个在线学习平台 6.53 是由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计算机科学教授创立的 6.56 除了和向普林斯顿专业的顶尖大学合作之外 6.59 里面还有 7.00密西根大学的大型技术教授的课程
7.03， 他更享 Amazon 7.05， IBM 和谷歌上百家的顶尖科技公司合作 7.08。 要获取里面的免费课程也是非常简单的 7.11。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免费课程下方这个选项 7.15， 我们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 7.16， 比如说这个爱丁堡大学出的这个 7.18， 编程与设计 7.19， 进入以后我们点击这个免费注册 7.22，因为我只是想学习技术 7.24， 不需要这个证书 7.25， 所以我们只需要勾选第二个 7.27， 完整课程 7.28， 没有证书 7.29， 然后点击继续 7.31， 接着我们点击7.32， 开始学习 7.33， 接着我们点击这个开始 7.35， 进入课程以后我们只需要点击这个视频的播放按钮 7.39， 就可以开始学习课程了 7.41。 今天我们要说的最后一个免费学习技能的网站7.45， 就是这个 7.46， OpenEDU 7.47， 它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性的 7.49 学习平台 7.50， 里面的所有内容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 7.53， 它里面已经划分了几个大类7.55， 比如有这个 7.56 心理学 7.57 教育与发展 7.58 金钱与商业 7.59 艺术语言科学 8.01 政治与法律等 8.02。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课程详细的信息的话 8.05， 你可以点击网站的顶部的 8.07 免费课程 8.08， 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免费课程 8.11， 每一个课程都有对应的学习时间 8.14，和从低到高的水平等级等 8.16， 选择对应的课程以后 8.18， 你就可以免费在线学习了 8.21。 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十个网站 8.23，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兴趣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 8.26，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8.29， 如果你对我视频感兴趣的话 8.31， 你可以订阅点赞加分享 8.33， 打开小铃铛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通知 8.35， 我们下期再见。